办公室的灯在关灯的情况下还在闪，你要是能猜出原因，嗯、呃，我我猜你猜不出原因。另外，它这个灯在白天的时候也是闪，也是亮，但是看不出来。还有奇怪的就是，这边的这一溜灯没事，它不闪，晚上不闪也不亮。关键是这几路灯都是这几个开关来控制，它是都是控的火线。 那为啥这些灯关掉之后有的闪，有的不闪呢？先去这个配电箱看一下，灯是从这里接出去的。但是灯是哪一个呀？灯是这个，这嗯、没问题啊。我就把这个这两路都搭下来了啊，只要你这个零线不断，这个灯吧，的意思是那个状态。啊、哦、不。 把电关了，它也是微亮。对，电关了就就在这个那个什嘛，在这个带电了，但零零不出来。啊、断开灯的火线，灯也会微亮，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它这个真的很奇怪哦。正常关了灯之后，灯闪，要么是零线带电，要么是控零了，火线依然带电。另外，在灯闪的比较严重的时候。 他的电脑的鼠标有的时候就不好使，怀疑是键盘不好、鼠标不好，换了一套新的，啊、嗯，还是受影响。所以我觉得他这是受到了一个不正常的电压信号的干扰。那这个干扰是从哪来的呢？他们说楼下有设备，在设备工作的时候，它会出现灯闪，就是前面这台冲压机。他们说这台设备以前电过手。 就是因为电手，所以把设备外壳做了个接地，连在了这个钢构上，钢结构的这个柱子上。那这和那个灯闪有关系吗？像这种情况，如果设备漏电或者是有感应电，它会对钢构放电。那先看一下它的控制柜，看里面有什么电器。哇，好大一个变频器呀、啊！这边呢，哇，也是一些伺服控制器。 这些都是容易产生谐波电压的一些东西。在这个设备干活的时候，在总配电箱这个位置测量电压，测量零地电压五伏，而且电压是摆动的。那这个不正常的电压是这个设备产生的吗？那就去断开一下这个设备的电源，拉掉它的电闸。 再去测这个电压，就是在那台设备完全不通电的情况下，在总柜这个位置测量零地电压。刚才是五伏，现在是零伏，现在是正常的。刚才是五伏还在摆，所以可以确定就是那台设备造成的异常电压。那就再去看一下那台设备到底怎么回事。他们工人说。 灯闪的时候，他们就找原因，发现这个电缆线上面有个屏蔽层，那个屏蔽层没接地，但是用手一摸会电手，他们就直接连了个地线，连到钢构上，电缆的屏蔽层，但是连上以后灯还是闪，它这三根线连的是电机，那是电机漏电吗？那下面就把这三根电机线从变频器上拆下来，直接用摇表。 去摇这三根电机线与设备外壳，是不是有漏电的现象？按下招欧表，还行，电机绝缘还可以，不是漏电。然后再用指针表测一下变频器对地，它这个输出端，这样测的还可以，变频器没问题。你看它变频器输出。 有抗干扰的磁环滤波器，还有电抗器。那有这些东西，它为啥还有一个就是不规则的一个电压信号输出呢？它现在的情况是，只要给变频器一通电，电机还没转，你看设备的零地电压都升高到八伏左右。就这样一个干扰信号，难道对地放不掉吗？地线这一头连着钢结构，地线上有电流。 零点二四安，A, 它是有电流，所以说它有电流流过电线，对钢结构放电。你看啊，它这个钢构支架连着房顶，连着建筑物，也就是说这个电它不往地下走，它到处乱窜，往上走。就是像这种情况，有什么好办法吗？能把这个斜坡给抑制住，不要影响到灯，不要影响到电脑。 我突然想，如果这个地线的电流不往钢结构上放，然后单独给它做一个接地，在外边的花园里往地下做一个接地，看能不能好一些。因为这种现象我也没处理过，我随便找了一个铁棍把这个铁棍打到土里，看试一下。 把一根接地线接到这个钢筋上，然后去那头处理一下。这一头我把地线从钢构上拆下来。现在设备没停机，你看打火，它对钢构在放电打火。把刚才做这个接地线直接给它接上。这个接触的瞬间也有一个很轻微的打火，这个电流很小，如果电流大了不敢这样。现在看一下电流。 零点二一安，它现在这个电是对外边花园里那个铁柜放电，对地放电。又找了一个接地针，把它磨一磨，打到地下。一般正规的接地都要打在地下一两米深，而这种只是简单的接地，就是为了测试一下，给变频器单独做接地，这个变频器的干扰电压是不是影响就小一些？ 这个电流比刚才小了一些，零点二一安。你看，我现在用这个线头碰这个钢构，呃，这个电流就稍微大了一些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钢构的接地要比我做这个接地要好。这个时候可以去主配电箱测一下零地电压是多少。刚才测的是五伏的电压，看现在三伏多，四伏不到四伏，三点五伏。 但是这个电压随着随着机器的工作，它在变化。我在想，这个电压是不是对它上面的灯或者电脑影响就小了呢？原来闪的比较严重，现在轻多了。而这边的都不闪，难道是这两边的灯都不一样吗？还真不一样，它两边的灯不一样。上面这些微亮的灯，给它换上这种灯，它就不微亮了。 这个边儿不是金属的，它上面这些灯这个边儿是金属的，和龙骨是通的，它龙骨就带电，和灯的外壳和零线之间形成一个电压差，灯就微亮。你看啊，我把那个塑料框的灯换上以后，和旁边这个灯一比，一个微亮，一个不亮，那个在微微亮，其他的这些金属外壳的都在微微亮。 也就是说，这个灯微亮的原因找到了，但是背后的根本原因，嗯，解决不了。这个配电箱的零地电压是多少？看一下，这种电压用数字表来测，就是简单的数字表测零地电压，零点七伏，这是正常的，零点七伏。正常零地电压零点七伏很好。看一下指针表，测出来是三伏。 零地电压是三伏，总配电箱是三点五伏，上来以后是三伏，但是这个电压还有轻微的波动，它的设备在动，所以变频器干扰这方面的问题，还请大家多多指点，怎么来减小这种干扰？这个我不太专业，还请大家多多指点，感谢您的观看。